咱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你是台湾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各位贤士同修代表，啊，即当下佛诞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双华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八月四号下午第二节，我们继续来共修乃禅节。民国七十一年开启蓝天之后，活菩萨在蓝天圣门座前谆谆教诲，啊，这个也是在启示着我们，还没来到世间以前，我们在天上界、灵魂界要来投胎转世之前，在基督教就是洗礼，在佛的教义叫做皈依，道的教义叫做拜师。无论洗礼、皈依、拜师，啊，都给我们谆谆教诲，在天上界，我们的多生父母、祖先们，好不容易选到我们可以来世间投胎了，这是法喜，很高兴的。所以来世间投胎之后，啊，我们还很小，啊，小孩子很小，哇哇叫，啊，晚上三更半夜不睡，白天也不睡觉，弄成父母、阿公阿嬷阴阳颠倒，人仰马翻，啊，这是因为小小的小孩子、小菩萨，他从天上世界投胎来转世，一旦有这个身体了，啊，他的守护神、他的指导灵、他的多生父母，啊，我们的累劫冤亲债主，啊，我们的大护法，都全部聚集在小孩子的身上。啊，你看小小小孩子，他一边睡觉一边笑，啊，
这个集市，他的礼节多生父母、兄弟姐妹们，也都一起在他身边对话，来继续的教导，所以孩子就不睡了。所以有很多人的孩子因为这样，弄成身体都弄坏了，父母也累坏了。啊，后来就带去公庙道士的家去收经，结果收经是没有效，照常叫。后来就带到宣佛寺来王禅老祖、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金莲座前，会心会灵加持之后，回去就好好睡了。这个不是孩子去怕到，而是刚是到世间上来啊，灵魂还很薄弱，所以会遇到稍微有风吹草动就睡不着觉。那么王禅老祖为什么也收经这么有效？这个不是效与不效的问题，而是缘的问题。学习台湾的民，愿我心中妙的学。所以小菩萨他的身心在认灵，那我们身为王禅老祖的弟子，要为这一些小菩萨安魂立魄，那孩子就很好睡，很好带了。啊，这过去啊，我没有时间跟各位一一的阐述。今天借这个做九九法会的因缘来阐述。啊，当你们看到师父为小菩萨们安魂立魄，用梵天界的语言啊，就是用他在天上界的语言和他沟通，安他的魂，安他的魄，所以孩子就安定下来，快快长大了。所以这个在告诉我们，大家要修行，要认真认识小孩子出生之后他的灵性啊是这么脆弱啊，必须要借着父母平时的修行来帮他安魂立魄啊，你就可以让小孩子魂魄安定了。那么
要让孩子安定不破，一个方法，因为每个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圣身和法身。比如，这是一部的普门品的经宝，啊，你可以将这个经宝搁在他的顶首，一直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然后前面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念七遍，后面背面七遍，右手左手七遍，啊，然后再顶手左七圈，南无观世音菩萨，右七圈，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告诉他好好睡，快快长大。这样的话，孩子魂安魄定哦。所以安魂立魄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灵魂从天上来，开始第一站就是观世音菩萨为作为大守护神、护法神、指导神。所以我们唯心弟子们啊，你们看到有的小孩子就拍出来，要这个方式多做几遍，魂就安，魄就定了。啊，这个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的真实义啊。还又有好多的例子。啊，我们一位同修弟子，他患了爬行性的病，走路也喘，寸步难行。过了快五年，吃了药，很可怜。有一天，我就要他到台中道堂来，我要帮他忙，看看到底他问题出在哪里。结果静心一看，和他的守护神观世音菩萨的圣灵啊，告诉我他的喉咙被恶鬼道掐住了，啊，吃也吃不下，心脏开始无力，血液打不上到头上，所以就患了八心之症。啊，这个药是吃无效的，啊，我就请示王禅老祖，大发慈悲愿，开示一条自修的法门。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了，他无量劫以来到现在，啊，平时过去没有供养超度恶鬼道的六道巡灵，所以时间一到了就把它掐住了。事业做得很好，
孩子都很孝顺，很努力的做，偏偏他自己患了巴金氏症，啊，滴水难吃的下去，患的更不要谈了。所以我说，你这个唯一的办法，要追根溯源，找到你的本性的根源。大家都是从观世音菩萨的法脉而来。世世代万里兵，阎罗行宫庙地仙。所以你要修一个法，就是宜家宴口施食法要这本经，每天你要用香点着香，香着脚，一字一字的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一个字念一遍南无观世音菩萨，然后前面在书桌上供了三个宝，一个小碗的白饭，哎，一杯的清水，啊，一小碗的小盘的檀香粉，啊，你供着在前面，啊，你一直念南无观世菩萨，南无观世菩萨，整本要念到完，啊，念完。将近四个小时，后来这一位弟子，啊，他就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奉请观世音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施食宴口啊斋仪。我说你四天之后你就可以吃饭了，所以他施食第四天完毕了，开始一碗饭就吃下，吃了光光了，开始每天都一碗饭两碗饭都吃了，而畅通无阻，所以他的帕金森就好了，可以走路了，这是无上甚深微妙法，追根溯源啊，过去啊，应该是缺少供养施食，给地狱界的六道群灵。啊，当你一部经念完了，这杯水泼到门前，门外供养，饭放在门口上给小鸟来吃掉没有关系，檀香粉你就可以点。啊，这样一来你的病就好了。啊，这个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尽重现的。啊，王禅老祖传这个道给各位自修。
啊，你可以解冤释结。那么我们在这个法会有冤亲债主的联位，还有各种联位啊，每天我们要供菜桌斋食，100天的斋食啊，这个必须要有一群奉献牺牲的精神的人。所以为求圆满，我才鼓励维新圣教各位法师讲师住持法师啊，邀请贤士同修轮流上仙佛寺千佛禅堂斋堂来做施食供养啊，这个也是百千万劫修行供养法界的一个真理呀。所以这一位居士菩萨啊，当他身体好了，就打了一张说明书放在我这里啊，若是有需要的，你们可以到仙佛寺文书组黄慧荣组长来索取，法自己修，自己供养，福自我修，寿自我求，但是要有法，要了解到法的根源，宜家宴口施食的法宜，啊，听好不好？这百千万劫不传的，啊，都是由法师、金刚上师，啊，带着一大群的诵经书演扬妙法，但是对于生活贫困的人，要请一位金刚上师，根本是经济上有困难，法缘上又有困难，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将各位心法传开来啊，这个也是佛陀八正道的正念，正确的念头，正念，正确的念头，大公无私，天地无我，你就会发落你的金刚妙心。所以今天我把这个天机密传给各位同修，以后啊，遇到有信众大德啊，寝食难安，吃也吃不下啊，头昏昏脑胀胀，四肢无力的时候啊，可以依照此方法上圣心法，自己身坛来供养超度啊，一坛7天由自己来做啊，自己来身坛，功德无量啊，祝福各位。百万黎明，愿我心共妙地修。
各位伟清圣教义经大学同修代表，啊，及当下法会坛上列位主灵、佛会大众等，阿弥陀佛。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这四句偈是王禅老祖所提给圆和法师勉励的词句。啊，圆和法师走了，放下俗世，啊，帮王禅老祖汇整了维新道藏15615卷的维新道藏，正式开中华民族5000年来文化大集结，在当下由维新圣教来大集结。啊，圆和法师用他的色身来启示教育，启示我们人生在世几时寒暑，名利富贵不能陪伴我们一生，啊，赶快放下这个执着，随佛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吧。所以圆和法师最后一战的教育所有维新弟子们，平时要学习知恩、感恩、报恩，啊，你才会很自在的放下世间一切尘缘、悔恨、贪欲、贫富贵贱，带也带不走，最后只有带回家一个法喜的心念，啊，他就成道成佛回去了。我们很感念圆和法师，啊，协助我完成中华民族5000年来第一步的维新道藏15615卷，这么多的道藏文化，不是一天两天可以集合而成，必须要集合累劫的正知正见。啊，这是圆和法师他的正念，正确的念头，正念和正命以正精进。所以这个不把握正精进，我在20年前开始讲起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这个法脉延绵，也不可能留下来。这么多这么多的智慧法宝，
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所共同拥有的唯心道藏。所以当时我发了愿，我要继续讲完三万卷。到目前啊，已经讲完了，而且集结了22583万卷。每年的1月9日啊，都要依法仪来啊，点开龙藏、传藏，到全台湾15个道场，来守护台湾的平安，守护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真和平啊。所以今天我将这个天机密啊公开来，让各位了解王禅老祖的慈悲大愿力，不是一般世人凡夫小眼睛、小鼻子、斗鸡眼的思维。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要理解，宗教的道场修行法仪是包罗万象，不是单一法门，而是广义的包容法门。今天已经是2020年的祭祖大典前的筹备阶段，99天的法会，来共祈世界天灾永息、天文永息、世界真和平。这是我们每一位维新弟子们共同应有的认知。我们在世间上短短几十年我们应该要发露爱和包容的心绝对不要表露你的恨和怨、不满、嫉妒、贪、嗔、痴。若是有这种思维的时候，你已经步入地狱之门了。有天道，有天理，所以王禅老祖他倒教慈航之后，台湾祖师做了四句偈赞叹王禅老祖的天威，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回古祖，一出天下定太平。今后的世界和平，担子在王禅老祖的担子，也分摊给各位维新弟子的身上，共同来挑起和平的担子。只有从和平达到和平，世界才是真和平。若是要用武力侵占他人的财产和生命，这不是和平，这很快的会受到天理的报应这是假和平，以暴
是暴，非和平。而以爱而来达到和平，才是永远永远的和平啊！啊，希望以此来勉励所有世界三族儿女们，明阳两界同关照啊！这个也是在闰戌年7月23日的亥时，在台湾大武山陵开启蓝天圣门之后，九大菩萨在天上界所共同会议的啊终极目标，以和平达到和平才是真和平，以和平达到和平才是真净土啊，在地球上就可以创造和平的净土啊，所以我在38年来时时刻刻都在例行世界和平的天命和重担，来力求世界真和平啊，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本愿，身为人应该珍惜人与人的生命的光辉啊，绝对不要任意啊念头动起动无要来相互的伤害，而要以正念，不要以邪念。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他在空界玉帝座前发表了他的高见，要以和平达到和平才是真和平啊！啊，地球是大家共同拥有的，不是少数政治权力者所拥有，所以应该要有大爱之心，相互包容，则天下太平。他的希望指日可待呀！这即是佛陀释迦牟尼佛在玉帝座前，九大菩萨一起会议所提出的和平实则、和平的正确理念八正道：第一，正见；第二，正确的思维；第三，正确的说话；第四，正确的工作；第五，正确的治病。啊，第六，啊，正确的思想、想念，到第七，啊，大家才能够正确的精进，精进是迈向和平的法轮，到最后是正定，啊，正定。就天下一家亲，天下大街大街小巷都是佛啊，所以佛的境界即是天下太平的
根本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的思想，大家的念头，要朝向正确的光明念头，要有大爱，包容他人，辅佐他人，天下一家亲，人类永和平，这个才是世界和平的根本和原动力。这个也是任旭年7月24日开启南天圣门，九大菩萨在玉帝座前开会的结果和希望啊。希望今天我们宜兰同学们，你们回来当义工、当法工、过分数道场的同学们，你们有机会、有时间的话，一个月回来当法工一次，百千万劫难遭遇，来共同转这个世界和平的法轮，这是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的希望啊！所以佛陀和九大菩萨在天上界云台上会议的结果传了这么多这么多的心法我若是不利用这个因缘把它讲出来，我将遗憾终生。所以我借着庚子年天下大乱、天温大乱的这的时刻深寒来祈福，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世界196个国家的国民能够远离天温、煞神、疫情然后我们平安之后，就可以犹如天下一家亲，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所以这个古德圣人也都已经留下的尊严，不可思议的尊严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要多领悟多参禅，多悟道让自己能回到古德圣人的心，追根溯源这是我们共同的天命，是世界和平的共同本愿所以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在2021年的1月1日下午1点，在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深潭邀集三族儿女优秀民族36000众，在林口大体育馆依法于宗教的修行方式来进行第15堂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这个大典具有很深的意义，这个大典祭祖是具有我们成圣成佛成贤的大基础我希望各位同学们把握这个2021年的1月1日祭祖大典，大家共襄盛举，这是天道，这是天理各位不必做各种不妥善消极的思维这样的话，各位同修，未来中华民族三族儿女就能够
大团结、大圆满。一旦团结圆满的时候，啊，中国将作为领导世界人民迈向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的目标。啊，我相信在各位同学们用心啊的努力之下，我们会圆满。尤其在2021年的祭祖大典，也是由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总会吴鸿祺总会长配合这一个秘书长林俊伟和维新圣教258位的大法师和所有维新贤士同修36000众大家歌舞升华，表达爱好和平的心声由主灵然后印心到我们当下所有三族儿女的心，共体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的华喜呀。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我们修行的目的是以爱达到和平，而不是以恨来强暴勉强人类集合于某某人的一生之上这样的话就有违背天意了。所以我们以爱、以宗教、神佛列位祖先祖灵的爱来涵养、来带领中华民族第十五坛的联合祭祖大典中华民族分裂到现在有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从5000年来就有3764大小战争，是由917位天主帝王的无奈所发生的战争，这是可悲的人生。我们希望三族儿女们要振作起来，要提醒起来，要发露我们人的本性、爱的本性，是同根同源、天下一家亲的圣火，在我们的顶首，在我们的心中大放光明，朝向世界和平朝向人间成为一块净土的世界。这即是维新圣教王禅老祖所领导我们大家以爱进入爱进入世界和平的共同本愿。现在我们来回向，请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祝福各位